来试测试那个前镜头人像模式，然后现在在西门町街上走，你可以看到它全程都是会虚化，有没有？我的背景全部都是虚化的。然后我再把背景人像模式关掉。再开一次，哦，就算遮住半脸，它照样虚化，很厉害。这是 vivo V7 Plus。